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天我们来山坡上啊，挖这个风洞。这一窝蜂我们已经发现有很久的时间了，在这里发现的已经有两年时间，所以今天过来看一下，还没有被人家给要走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马上就开始挖这个风洞，不知道里面那个蜜什么情况啊，等一下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先把这个外道衣服给穿了。这个要绑住好，要不然等一下蜜蜂穿到衣服里面去。这蜜蜂产蜜的还是很多的，现在已经看到了，不仅是有的长个，不仅它很复杂，好香啊，很棒的呀。但不知道有多少蜜，你看很老啊，这些都很久了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都是。三年多的这个皮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蜜啊？看一下蜂王，干你的，哎，我来。好多蜜，哎呀，好重啊！把手拿住，买的蜜，八大的，买的那个杯子，杯，那一个红的呢，为别人拿的。安全，重，重，เดินตุ้มอุ่นตัวว่านเชิดหมอไม้มาตกไปเลย